那个时候我青春年华正当年，一个小伙子还梦想着自己未来是什么样的样子，可能那个时候甚至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中国的巨星，没想到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。这么多年我们在这个行业做音乐，对自己的梦想一定要负责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希望大家应该在失望中寻找希望，人生就是通过不停的失望在寻找希望这么样的一个过程。所有的苦尽甘来，所有的一切的付出，当你获得的那一刻，你觉得哇太棒了，这一刻真的有人可以欣赏我了。我刚才出去在后台照相，一堆小朋友，有一半的朋友说，哎，这位哥哥是谁啊？其实你不认识我就对了，我叫鹿晗。所以呢，人生要有调侃的精神，我们要感谢时光邂逅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，以及在20年之后，你们是我回忆中特别特别美好的一笔，我会想念大家的，你们会想念我吗？